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李桂芳老师，欢迎收看人《人人文哲学》的教学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讲题是“心灵幽静”，先谈隐逸。我们一生辛辛苦苦的工作，经常并不是依照自己的本性为自己而生活，而是为所有人士的喝彩而活。每天有忙不完的应酬，每天都劳累不堪。 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忙里也大可脱险。在公务繁忙的空档呢，忙得去打一场球啊，也是一种脱险的方式。但是，人们仍不以娱乐填满所有的空闲时间。事实上，耳闻目睹的东西太多，反而会令人觉得天地很狭隘。现代社会鼓励人际往来与团体活动。 这固然不错，但却也因而让人忘了独处的道理与智慧。独处的目的不是身体活动与世俗的隔绝，而是借以培养、净化有独立性的人生境界。浑然忘我的长途旅行，也可以让我们度一段隐逸的生活。 日本传统民居里对茶寮的经营是值得我们加以借鉴的、形式的。进入茶寮后，其室内面积虽然狭隘，却呈现茫茫宇宙的效果。茶寮内部视为与外界隔绝的小宇宙，孤立而寂静。当人们进入茶寮，其合煦的气氛使人将世间的得失是非。 置之度外，没入无念无想的隐逸世界。一个人在生活中隐逸的片刻，就是放心的片刻，脱俗。我们在讲脱俗，人在摆脱人世，处于静的状态中，教育养成自处、慎独、反省和激励自我了解、自我肯定的特质，然后从静中进一步涵养自己。 中国有许多古诗，也都显现静的境界，令人从中体验人生深奥的思维。但是如果一个人心目中自有秋壑，则不论身在何处，只消凝神一顾，立刻便可获得宁静。中国人最崇高的生活理想，就是一个人不必逃避社会和人群，而本性仍能保持脱俗之趣。 即使坐在家里远望，或步行田间去观察一片行云、一只狗、一道竹篱或一棵古树，当然能涵养隐逸脱俗之趣。我们接着来谈无心。内心的平静是生活的真平安。内心的平静可以从生活的历练中学习。 一个能无心而忘我的人，能减少对自我意识的纠纠缠，进而能对外在环境的压力释怀，挫折感自然消退，心里也就获得平静。而无心不是要人抱着难得糊涂的态度去做事，而是事无成败之牵挂。按照道家的说法，能对所有的事都看得破。 这可以完全没有不当的激情，于是不会以激动的好恶情绪来劳身伤身。古代道家劝勉世人处事要用心如镜，事物来了，镜中有了事物；事物去了，镜中不留影子。其目的仍在于不为事物所累。 不为受务所累者，并不是不做事，而是做事而不起激情。我们就来谈做望。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喧嚣的年代。当时最有名的生活艺术家庄子，他是世事越繁复，庄子越主张人心要清淡。 这种以内在的朴素替代外在的喧嚣的功夫，犹如后来佛家简朴饮食之素哉。庄子称这种心心灵的简朴为心斋。他把欲望的主体止息，一劳永逸的把主体消融于大道之中，这种心灵状态，庄子称之为坐忘。 人的心灵简朴，乃能虚其心；人的精神乃能与天地相合，乃至忘情于天地之间，逍遥于宇宙之内。而禅坐的境界，也就是坐忘的境界。道家以淳朴如婴儿般的心性，来描述坐忘的纯洁、天真与无邪的气质。忘记了谈谈“逍遥”两个字。 从生活美学的角度来看，人生最愉悦的清境界就是所谓的逍遥。逍遥的外显气质是内在优美境界的表现，它是心灵超越境界的显现，是在心灵上超越了人间的相对性。啊，所谓人间的相对性，乃是指大小之别、是非之辨、有用无用之之差。 人越是用心去分辨大小是非有、有用无用，他的心就越被所要分辨的事物所占有、所纠缠而不得跳脱，这离逍遥物外的境界便越加遥远。种种正面之起，或所谓的见仁见智，是起人的各就其有限的观点来看事物。 而若能从较高的观点来看事物，则所有的是非之辩都可以不解决而自行化解的。由高超的视野来审视万事万物，这是一种超越的境界。这凡事能看得远、看得开，因而胸襟开阔、凡事豁达、展落、气宇轩昂兼逍遥物外的双重迷人气质。 好、哦，各位同学们，我刚刚谈到最前面谈到隐逸这个话题，隐逸这个话题值得跟同学们再更进一步的来用小故事来分享啊。我们就以日本的茶道来作为一个解读的一个一個,一个门路。嗯，隐逸本身就生活应该有某一种简约的一个概念。日本人对茶道的经营啊。 真正最高的一个成就的境界的话呢，对茶道的茶疗经营啊，有所谓“草庵”的这个概念。草庵的设计就是说，茶寮不要讲究豪华奢侈，而是要用茅草屋啊。草庵就是茅草屋，非常简朴茅草屋，而且呢，墙壁是维持传统的泥砖墙，而不是水泥砖墙、木墙、泥砖墙，墙上。 摆置东西的格子架子的话呢，我们知道说，如果用木格子的话是比较早期的日本茶茶道间哈，他为什么后来舍弃木条的格子啊，采用竹格子的？因为木头要用锯子去刨切，用机械去刨切的话呢，就用了机械之心，就太复杂了，太没情趣了。所以用天然的竹管。 天然主管的话，那就是用天然物，所以就有回归自然的一种隐逸的味道。而茶寮里面的空间也要极度的狭小，大概是有一一丈见方这么大而已，所以称为方丈。这是从佛教早年的弘法的概念所遗传进来的啊。呃、嗯，早年的印度来中国弘法的一些出家。 和尚的话呢，他们就他的自己的座位跟跟门徒的座位的话呢，都在局限在一一丈见方的席子上面来来来来来讲授经文啊，所以呢，方丈后来就变成是住持的一个代称。那么这个茶寮外面呢，这个花园的空地啊，就称为陆地啊。这陆地在日本很有学问啊，他认为是。 进到茶寮之前的话，那是一个陆地啊，是个花花世界，是个俗世；而茶寮里面呢，是一个佛国的世界。那那个从陆地进入茶寮中间呢、啊，短短最长只有十一步的跨距啊，那他们就在这个花花世界的这個、世界里面的话呢，要营造非常漂亮的。 鲜花的美景，华丽的花园，但很讽刺的话呢，你们知道，人生如果我们现在同学很年轻，但是你一转眼就变成年纪七八十岁的话呢，很多人间很多华华丽的世界呢，你来不及看，就过人生就做完了。所以呢，俗是很华丽，但是人每个人的生活也很有限，没办法看尽所有的花花世界。 所以它怎么设计呢？就在由陆地要进入茶寮这个草草岸的中间的话呢，铺了飞石。何为飞石呢？就是踏脚踏脚踏的石板。我们一般人的这脚踏石板，他会挑比较平整、好踩、比较不会滑倒的石头。但是呢，日本茶寮外面陆地上的飞石的话呢，基本上他挑啊。 让你踩不稳的感觉，每一步踩完以后呢，你会记得要踩下一步，否则就会摔跤。所以叫做飞石。为什么这么设计呢？代表你人生啊，如果说一步的话呢，是十年的话呢，是一步或者一百一十岁了。人生每一步的话，十年过去了，每一步来不及看旁边花花世界，就进入那个坟墓去了，进入佛国世界。所以飞石的设计在日本是相当有意思的。 那采完废纸之后的话呢，花时间也来不及看，就进入了茶寮内部。茶寮内部的话呢，我们同学知道，台湾的这个木栅猫空的很多山上的泡茶空间的话呢，室外的景观也好的，茶寮的话呢，这个卖座也好。但是呢，日本的茶寮设计的话呢，进入室内之后呢，就就完全窗户关上，就不会让你。 观看室外景观哈，要由由你做禅宗所谓的内观的一个内心的修行哈，这是跟中国的理念不太一样。那一个客人呢，进入佛国世界，就进入茶寮内部以前的话呢，要先把手洗干净啊。那同学知道说，我们基本上啊，对居家设备啊的安置啊，会讲究对符合人体工学啊，就是说洗手台的高度的话呢，总是要。 人洗手很方便，但是日本的洗手台的话设计不一样啊。他擦了外面洗手台的话呢，就要用采用蹲踞的方式，就是你既不是站的直，也不是坐在地，也不是弯腰坐地上，而就是九十九十度鞠躬的角度来洗手，就变成说身材为主很狼狈的、很谦卑的角度呢来洗手，才代表能够进入进入很谦卑的洗完手。 进入室内来做这个饮茶的一个动作。那洗完手之后的话呢，接着要进入茶寮的话呢，那、這个入口的话呢，你们知道台湾一般或是大陆的住家宽度的话，住家以后这个门有两尺半的左右宽度，然后呢高度有六十高。但是呢，日本进入茶寮那个入口叫令口啊，令口呢。 宽度呢两尺三寸，高度也是两尺三寸，一个狗洞啊，让你进茶寮人家钻狗洞，代表说你要谦虚哈、啊，谦虚弯腰，头背谦虚。我们得来谈一下茶寮的饮茶的进行之前的话呢，主人呐、啊、的茶道邀约啊是怎么进行的？在台湾社会的话呢，要喝茶，来来，同学们到老师家喝茶就来了，马上要喝，马上来。 但日本正宗的茶道邀约啊，要提前两三周啊，做邀约的动作，让收让受邀者的话有准备的时间。为什么准备呢？我举个例子哈、啊，我先讲人数的设定啊。哎、欸，喝茶的茶道的进行的话呢，主人跟客人的总人数呢，以不超过七人为限。你知道刚刚讲的方丈啊？ 方丈一丈见方的话呢，首席就是主人坐在一一个一个一个边一个一个一面，另外三面呢一面各坐两个人，刚好是七个人，人多就嘴杂，所以喝茶人不宜多，七个做个上限。第二个在讲辈分啊，哎，我们知道说喝茶行家的话呢，可能各有理论，各有各有坚持，对品茶的好坏各有他的理念念头。 但是，一旦起了争论的话呢，这个喝茶就不就不美了、啊、所以，为了避免喝茶有有这个是非之辩啊，所以主人要很细心的来探讨。今天邀请的主人之外的六个客人呢、啊，必须在饮茶的辈分上啊，有有等级落差，绝对不能邀请两个同等级的客人来，怕引起这个纠纷争辩。所以要聊辈分弄清楚来。 那提早邀约，就我刚刚讲过的時候，所以让客人有提早做准备的时间。为什么这样做呢？我现在谈一下茶道进行的时候呢，主人邀约的客人中一定有一个是喝茶辈分最高的，人，就称加了，我们称他为首席哈。那首席有很多事情要做哈。我举个例子，日本茶道进行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都会，因为同学知道说。 饮茶艺术是从中国传入的，所以日日本人对中国文物的话非常仰慕，所以他们对中国文物就称为唐物哈。那唐物鉴赏的话呢，是变成茶道进行中的话呢，必须要有的一个前奏曲哈。那最普遍的就是什么呢？天目丸的鉴赏啊，同学来看一下，我这手上这里有一个宋朝的一个天目丸。为什么叫天目丸呢？哈。 因为日本人、日本和尚到中国，在南宋时候到中国来取经、来修行的时候的话呢，南宋的首都啊，在浙江杭州，以前称临安，他们有个天目山，这个碗呢是福建生产的碗，但是呢，它是在天目山使用，所以称日本称它为天目碗。那我我们知道为什么要给给客人提早发帖子呢？ 也给他们做准备。我举个例子啊，熟悉的准备哈、啊。嗯、呃，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呢，日本书店里面有时候卖啊，如何鉴赏天目碗的书哈、啊，他会告诉你啊，一个宋朝的天目碗啊，这个是古董天目碗的话，这个一个碗的话呢，平均起来有大概有六十个欣赏的重点哈、啊。就是碗的外壁啊，这个外壁呢有大概十五个欣赏重点。 内壁也有十五个欣赏重点，口缘也大概十五个欣赏重点，底足呢也有十五个欣赏重点，所以一个碗呢大概有六十个欣赏重点。而这位首席被邀请来的话呢，第一个要做工作就是引导大家来欣赏天目碗啊，天目碗。那天目碗的话呢，要他学会赞叹，我们同学这么讲啊。 嗯，有一个日本的称呼叫腹语哈，腹部的语言啊，就是说，首席拿着碗的话呢，对这六十个点的美感什么欣赏话呢，他要发出一个绝对的一个，就是一个非常赞叹的表情啊，就是说，他赋予，就是说，不是真正的语言，而是发出腹部丹田之力身所所发引出来的一种夸奖的一个赞叹声音哈，你看这样。 就不得了，意思啊，太棒啊！那首席的眼神，看的的，比如说这个来这个碗的话呢，它又是非常迷人，它的口沿呢挂釉挂的掛又掛非常是有有味道，那底足的很非常非常斑驳苍老。你逐一赞叹的话呢，其他六个人或五个人的话呢，就透过首席的赋予眼神、表情、声音来学习。 如何珍惜？如何赞叹？如何欣赏这个这个碗哈，所以首席是做示范教学哈，就是、这个是赋予哈赋予。那首席除了鉴赏，他所以所以首席是个鉴赏家哈，没话讲。那首席还要做一个非常重要事情事情，事情就是主持开茶礼，就是把这个茶叶罐打开来，那把茶粉抹茶舀出来的动作叫开茶礼。 那开沙礼的话呢，就首先要用到一个插票。我现在拿一支铅笔来替代一下插票哈。日本茶跟禅呐、啊、是一贯的一个茶禅一体啊，什么意思呢？日本的插票哈，插票在握把这地方的话呢哈，这个拇指头握握把的地方的话呢，这个竹子一定要留一个竹节啊，竹节我们谈话的几连心哈、啊，或几连把哈一心。那我们讲说。 茶，我们在行动上，在茶道上，行动上的话呢，我拿了茶勺，手上握把握了一个竹节的心，一个心，你心中就要有一个什么，一心一意啊，一心一意的一个概念，就是喝泡茶请客要专心、随心、用心、放心哈，所以这茶禅一体。那这个首席在开茶礼的时候的话呢，必须主人的话他会拿。 一个漆盒啊，端上桌上来，放一放一一只茶，放一只买来的一个茶瓢，然后再放一把那个自杀切腹用那个刀子啊，放你放在首席的桌上。首席必须屏呼吸吐纳一番，调节自己的呼气息。那很小心很迅速的话，拿起那把自杀的刀子的话呢，在茶瓢上削一刀，把那个茶瓢一片一片,一片那个竹片啊。 削掉这一刀削以后的话呢，首席就把这个削完后的这个这个茶瓢呢，恭很恭敬的送到主人的桌的身上，主人就拿起来，对这一刀的那个利落，那一种那一种美感，那个刀痕的的,的跟这个竹痕的美感的话呢，发出无言的赞叹，就是赋予，的，意思说太棒那一刀啊，好棒的。 剑道高手啊，所以首席那一刀的利落感，就是剑道的展现啊，剑道。那么接下来的话呢，主人再把这个这个茶票给每一个人端详一番，所有客人呢、啊、对那个剑道士的一个锋芒啊，也发出无言的赞叹。所以不懂剑道的话，无从参加茶道。接下来的话呢，主人就再换一个漆盒啊，漆盘子的话呢，再把茶票端上来。 再放个朱砂笔跟朱砂墨，那个首席呢就拿起朱砂笔，那舔一舔朱砂墨的话呢，就提了一一句诗句哈，那叫结语哈，是诗句。这个结语话呢，是一到七个字的，有哲学、宗教味道，又有那个书法的美感，又有禅宗的境界，又有诗的美感的一个，就是有诗的美感。 有禅的意意境，有书法的美感的一个三合一的一个内容。这个首席呢，提上这一到七个字之后话呢，再很恭敬再把茶瓢端给主人，主人就对那个书法的美感啊，发出无言的赞叹；对那个这个结语内容的一个诗句的一个文词美感呢、啊，发出无言赞叹；对那个才结语里面的一个。 禅宗的一个哲学味道呢，发自无言的赞叹。所以呢，所不管首席主人或客人的话呢，对书法鉴赏、对诗的鉴赏、对哲学的鉴赏，都有一相当高的品味。所以我们讲首席必须兼为一个哲人啊，一个哲学家，一个一个诗人，一个书法家啊，一个鉴赏家。 一个剑道高手的一个五合一的一个能耐才行，所以首席当然要提早收到那个主人的邀请函，否则他无从做准备哈、啊。那首席，我们知道呢，首席这插瓢啊，在经过一番鉴赏之后的话呢，话又回到主人的身身上来，你们知道吗？主人就已经把准备好的包装的礼盒啊。 他就根据这个首席的辈分的高低啊，首席辈分的高低的话呢，就帮他准备好包装的层次啊。首席辈分越高的话呢，就包装层次越高啊。这个包装要典藏。那未来呢，首席的在社会上的辈分再提高一次，他就主人就把这个包装茶瓢再包装一层上去。所以一生中都在做这个一个追踪的工作。 所以来讲话，一夜之间由店里买来了一个一般茶瓢，经过一夜的饮茶之后的话呢，他就变成这一家人的传家之宝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那末座呢？末座来讲话，他也要也要从事这个准备工作。他如果说没有喝过茶，他要去去补习班补习如何饮茶、如何鉴赏茶、茶碗。但等他这个碗，末座拿着碗来看的话呢，一样跟一样在看，但是他一脸茫然。 没关系，他本身会被所有的饮茶的其他的前辈的话呢，很怜怜惜的、很怜悯的发的看着你，因为你是敬佩莫作的人。那至于主人也没有闲着哈？主人的话要懂得挂着就是中国唐物、中国的那个字画，他懂得欣赏，要选择一幅来挂在墙上，作为一个鉴赏之用。而且呢，主人有意思的话呢。 他在洗涤这个茶碗的时候，这个圣水啊，不是废水啊，它是有用的。啊，主人就在在纸窗上的话呢，用手指头或者毛笔沾的那个废水啊，在纸窗上啊，极其挥毫书法字，或是或是这个山水花鸟画呢，就当场画出来。而且呢，三分钟后水一干了又不见了，昙花一现。所以所有的客人呢、啊。 对主人的挥毫的话呢，发出无言的赞叹。啊，那个就是主人的理水的功夫。那如果你冬天去喝茶的话呢，喝完茶之后的话呢，因为冬天有烧木炭嘛，茶这个烧茶烧木炭，那首席就会喝完茶之后说：“来来来，我们请主人让我们带我们观炭灰，什么意思呢？观炭灰是叠山艺术啊，嗯、呃。” 主人呐、啊，他就把那个烧木炭的灰啊，就把落，比假设他讲落落成一座一个尖尖的一座山，再用那个买来了一个比较雪白的灰叫石灰，石草烧的灰叫石灰，撒在顶上，完以后呢啊，做完做完了，大家发出乌云在叹，最后就哇，好漂亮的富士山啊，那叫、个、叠山功夫，所以外面日本的书店里面有叫我们叠山。 堆那个堆那个炭灰山有一峰山、三峰山、五峰山、七峰山之别，所以主人的话要会鉴赏字画，要会画画，要会写字，要会叠山，要会理水啊。那主人呢，除了这个之外，还会要会插花哈、啊，叫茶枝花，不容易啊。日本有一种用排除法，就是茶枝进花啊，就是在。 插花的時候呢，有几种花是不可以、不可取的。我举个例子哈、啊，第一个色艳不能要，颜色太艳；玫瑰花不能、不能要，太艳；味太浓，像那个夜来香，好香，不可以要。复瓣就是就是重瓣的花，像牡丹花重拌，重瓣不可取。其长就是花开太久也不要。所以日本喜欢樱花哈，几天就谢掉樱花，所以兰花不可以当插花之用。为什么它？ 花期太长，形太俗也不可以要。比如说来讲话，鸡冠花，鸡冠花的话，插花插到怎么有可以有有动物在里面呢？他说鸡冠不能要。最后名不雅也不可以要，像喇叭花，喇叭喇叭这个名呢，就是不是很高雅，所以不可取。所以东挑西挑，结果的话呢，最后结果只有山茶花最适合日本茶道的的需求，山茶花。 通通常知道山茶花是白色的啊，白色的。但如果是晚上的话，插班山茶花的话呢，也太朴素，就显不出花的美感出来。所以干脆呢，日本人晚上喝茶的茶道的话呢，就干脆就不插花了，叫做夜无花，夜无花。所以来讲话呢，把把这个灯啊，一灯如豆的这个灯，这个这个灯呢，灯的苗啊，火苗当做一个花的一个展现。 这也是另外一个美感的一个境界的一个展现啊。好，以上跟同学们分享到这边了、啊，那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回见。